贼两个要过来了，好、哦。哦，贼两个要过来了，好、哦。收，我要收到水电的在装电灯。哦，哦，嘿，然后。他就刚好过来的时候，我就刚好，我就在看说，哦，我要怎么闪，因为刚好已经喷过来了。是，有，我就听到那个菜在滑行的声音啊，就菜篮子啊，在滑行的时候我就闪一下，真的。啊，后来那个小沃翠有回来捡他的菜篮子吗？有啊有啊。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？没有。那你有没有稍微吓一跳？吓到是一定有的。关民众于十二日在社群网站反映，在西螺镇市场北路与福来路口，有一部货车转弯时甩出篮子，警方可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三十条第一项第二款，所载货物渗漏、飞散、脱落、掉落，可处罚汽车驾驶新台币3000元以上至18000元以下。警方在此呼吁汽车驾驶人驾驶前应确认所载货物稳扎牢固，以确保安全。